志玲产后复出活动，称到现在为止和老公从没吵过架，虽然有时也会有意见不同。到目前为止就是都没有吵过架。怎么可能？可能因为我真的日文不够好，所以想要吵架觉得这个很难讲，还要用 Google 哦，很难讲就算。永远温柔优雅的志玲姐姐，48岁这个状态真的很好了，岁月不败美人啊。